受到台风山竹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台东东海岸风大雨强，有民众就在东莞处都立海边拍到了水龙卷，画面相当的清晰，让目击民众感到相当惊奇。水龙卷哦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旁边是不是要成型了？山竹台风虽然已经远离，但是气象局在今天凌晨还是针对东半部地区、屏东地区以及南部发布豪大雨特报，民众还是不要到海边观浪，注意自身安全。